大家好，我是 Jet，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冰淇淋，夏天就要到了。这个牌子叫 Ben Jerry's， 但我这个口味是美国梦啊 ，American Dream 冰淇淋。怎么会有这个口味呢？它实际上就是香草冰淇淋加化就是软糖化麸纤维加这个，反正也是一种焦糖嘛。那就是甜，热量大家看，这个整个吃完是1140卡。他家的冰淇淋是有钱人都爱吃，有各种口味，有糖有无糖，有那个有的人有那个乳制品过敏，他也没有，他也有那些，但那种不好吃啊。既然要吃，就吃爽一点。American Dream， 然后呢，他家其他口味比较推荐的是这个开心果，如图所示，它这个里面有很多开心果。然后这个草莓起司蛋糕也是不错的，推荐。现在我们来打开来看一下这个美国梦口味，非常搞笑。所谓的美国梦，就是让你变成胖子，然后吃很多糖，就这个意思。哦，满满的焦糖，有巧克力。然后我们给大家尝尝，怎么样？有类似化麸饼在里面，还有这种巧克力豆，吃起来那个巧克力豆的感觉有点像趣多多。这果然是美国梦啊！美国梦，你来了就知道，就是全是这些高热量食品，甜食啊，油炸的，垃圾食品。经不住诱惑的人很快就会变胖，像我一样，我来美国以后胖了30斤。这款蛮好吃的，非常推荐这个口味。这热量爆表，谢谢大家收看，这就是今天这个冰淇淋的牌子，叫 Ben Jerry's， 这是一个非常好吃的冰淇淋品牌，只不过在中国不出名，但是在美国有钱人都爱吃哦。谢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，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请订阅、按赞、点亮小铃铛。我是生活在美国内华达州的老白。谢谢大家收看，下期再见。